现在是五月了，五月居然我还要穿外套。今天外面室外温度来18度，然后我们又在渔港，这是永安渔港啊，好久没有来了。这个渔港平常没什么人。那我们今天试的车款啊，是以宾士这个车厂来说，在电动车这一块啊，它一直没办法压低售价。我之前在试他们其他的电动车产品的时候讲过说，如果可以把售价压低一点，消费者上门试车的意愿就会高。那试驾过后之后，毕竟它还是一个很传统的车厂，所以它还是保有一定的造车品质。那我们今天试驾车款是 EQE SUV， 它很特别哦。第一个，它是后驱的；第二个，它的售价压在300万以下，只要299万。以300万买宾士的电动车呢，你就会多想一点。如果今天是400-500万，你可能连去展示间的意愿都没有了。那我相信台湾宾士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后驱版本的 EQE SUV 的用意就是在这里，他把配备呢尽量的简化，但是该有的配备，尤其安全配备还是有，可是他让你拥有一台电池度数是一样、续航力比较好、售价压到299万的宾士 EQE SUV。在介绍车辆之前，先讲一下这台车还是有一些选配，所以它还是超过300万了。首先第一个，它是叫晨风灰的特殊色，它的选配价格是55000块。第二个部分就是全景天窗，83000块可以独立选配的。第三个是车内的 Boommaster 3D 的15支喇叭的音响系统，61000。但是这台车有一个东西哦，就是轮圈。这个20寸轮圈，因为这台是认证车，台湾标配是19寸。或者你可以选21寸以上的。那要记得一个观念哦，我常常讲，就是你要买这种电动大型 SUV， 因为它的轴距超过3米了，尽量可以选气压悬吊，如果原厂有让你开放选配的话就选，或者有可以选后轮转向你就选。但是以 EQE SUV 来说，如果你选后轮转向，你要绑轮圈，所以它对接起来价格会稍微高一点。我们看它的外形啊，你整个车身的外形，它的尺码跟一般的 EQE SUV 是一模一样的，尤其是整个车头的造型设计呢，现在宾士中高阶的车款的车头造型大概都是长这个样子。头灯它本身就有多光束头灯了，你另外可以选配数位头灯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。然后另外 P20 当然是标配了，包含了安全气囊啊，包含了辅助驾驶，包含了传统的主动安全，这些还是标配，它并没有因为售价压低去拔安全配备。然后你看它整个车头的造型，包含了车侧一直到车尾呢，你在肉眼上其实不太容易分辨后驱版本和四驱版本。反而是我觉得当时我第一次试驾宾士的电动车的时候，那时候是 EQC， 后来是 EQS 的时候，我曾经讲过，一个车厂当今天你卖了油车卖了100年了，那你现在卖电车之后，我觉得电车的消费者和油车的消费者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在造车，尤其在外形设计上呢，甚至包含你的销售方式以及你的内装的设计铺陈，要和油车有一个差异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拿 BMW iX 来说好了，它当初上市的时候，很多人去评论它的外观，但是它卖得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油车你看不到这样子的造型设计，甚至包含内装的配备，确实不要说在台湾了、缺车缺得非常夸张，在欧洲当地卖的也是非常好。可是宾士呢，你猛一看，它还是跟油车很接近，尤其是内装的铺陈，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。我希望未来下个世代的宾士 EQ 系列呢，它可以做一个独立的开发，然后生产出一台大家觉得哇，这台宾士电动车和我们看到的电动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接着来看它的车侧啊，包含了在前叶子板驾驶座这边打开之后，这个是雨刷水的添加孔，然后它后视镜并不是连在 A 柱上的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。
轴距它比 BMW iX 还要长3公分，所以它的车室空间表现并不会输它的竞争对手。然后车门的感应钥匙4个门，车窗外框是镀铬的。整个车尾的造型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它非常的圆润，非常的饱满。上方有一个尾翼，单挡第三刹车灯，然后一直延伸到下方，左边是名牌，告诉你它是300。350是四驱，300是后驱。尾灯当然是全 LED， 而且有贯穿式的小灯，包含的方向灯、倒车灯都是 LED 的。然后在包杆两侧有一个假的这个黑色的塑料件，这个没有任何空气力学，也没有任何散热的效果。EQE 后驱版本啊，如果它早2年就开始贩售，然后真的299可以买一台电动的宾士车款的话，我相信在当时，很多消费者会愿意去尝试。特斯拉的最大的车型 Model X， 你随便选一点东西要大概400，不要说跟特斯拉比，你跟一些德系品牌来比较的话，它有价钱上的优势，有续航力，虽然还是比 IS50 差，但是比 IS40 好。然后传输方式也许它只有后驱，可是一般消费者你在开的过程中，四驱和后驱的差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。那它既然有价钱的优势，又保有宾士原本的造车工艺，加上辅助驾驶，加上内装的设计，加上组装品质，所以我说它如果早2年就诞生的话，我相信它会卖的应该还不错。我们打开传统引擎盖啊，还蛮妙的哦。来介绍它的动力规格，你看它的引擎盖啊，打开之后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不要让你开嘛，所以它是隐藏起来一个开关，一个小拉绳。然后打开之后，它也没有那个手动的顶杆。然后这边一个大大的空间，这个空间呢，它怎么会这样做？照理说，你应该弄个盖子把它盖起来，不要让车主这样子赤裸裸的去看到整个，或者是你放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置物空间，然后用个盖子把它盖起来，让整个这个空间是宾士是还是这台是因为法规认证车，它没有弄。到时候消费者去展这件事的时候，可以请业代把这个引擎盖打开看看，看看里面是不是长得跟我们拍的是一样的。好，但是我不能一直这样撑的，我这样撑的没办法介绍它的动力规格，我们把它放下来好了。首先电池容量的部分啊。不管是300、350的四传，或是 AMG， 它的度数统一都是90.56度，但是续航力有很大的差异哦。如果是 AMG 版本，性能最好就474，四驱的566，那后驱的 EQE SUV 它的续航力是最好，达到587，这个是 WLTP 的数据，所以大概打个8折吧。接着它的动力规格，最大马力稍微小了一点，245匹，不过扭力还不错，550牛顿米。然后在充电效率的部分 ，AC 的部分是8.8 kW， 如果是 DC 的部分是170 kW。这个要怎么看？你知道？因为它的电池度数啊是90.56 kWh， 那如果说它的充电度数在 DC 的部分是170，对不对？也代表就是你一个小时内一定可以把电充满。不管是20到80或0到100%，一定可以把它充满。我们来介绍尾箱空间之前啊，它的宾士厂徽 logo 其实就可以手动的去开合，然后另外你可以透过脚踢感应，钥匙要带到身上。打开之后，第一眼看到就是平整性很好，第二个就是它的私密拉链。从上到下，左到右，它的整个组装还是保有宾士一贯的扎实，但是很可惜，就是两侧并没有那个释放424椅背导屏的拉杆，你要透过椅背上方的按钮或是拉杆去导屏。左右各有一个挂钩，在左边还有一个12伏电源供应。底板打开，下方有传统副的充电线，以及一些黑色宝丽龙，还有拖车钩。行李箱的公升数不管哪一个规格的 EQE SUV 都是一样，在没有导屏的椅背的情况下是520公升，导屏之后是1675公升。我们公司曾经长期试驾过 BMW iX， 那时候它刚发表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它，我对它的后座表现非常的惊艳，尤其是宽度。可是
EQ SUV 就稍微窄了一点，然后它的轴距又比 IS 长，可是膝部空间就两个拳头，然后头部空间是一个拳头又大概一两个指头，后方有两组 ISO face。冷气出风口只有在传统的位置 ，B 柱上是没有。然后下面这个黑色的这个，就是你如果选四驱鸿蒙空调的话，这边有触控面板。扶手打开，推第一下笔架，第二下两个杯架。然后它的中央通道啊，它必须把这个424的2放下来之后，才有一个中央通道。它没有另外一个独立的开口。我们介绍它的内装，首先气囊七颗，包含驾驶的膝部气囊。第二个，它这台车内装的选配两个东西，第一个是玻璃音响，第二个部分就是上方这个，不是玻璃车顶啊，它是行李天窗是可以开启的，哎，它是触控滑动的。T 字造型，如果你要 Hyper Screen 的话，你要买 AMG， 其他两个另外可以选配 Hyper Screen， 可是你选上去的价钱对接上去是非常可观的。然后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它的选配表。因为它和350的价差大概是60万台币，如果你去选一些配备的话，很多人会说那我干脆买350，但是350是四驱，然后续航力会稍微差一点点。买电动车要在意的就是第一个续航，第二个充电效率。但是充电效率现在啊，有人讲号称18分钟，有人讲什么21分钟，有人讲17分钟，什么从20%充到80%，其意义都一样。当你先到达一个充电站之后，你开始充电，等18分钟和等20分钟，就是 Netflix 多看2分钟还少看2分钟，没有差异。除非今天有一天有一个车厂说，我从20到80%去充电只要1分钟，这个就是油车的末日，有可能会发生。但是呢，目前为止还没办法去突破，所以大家其实不管是多少伏啦，或是什么800V 啊，什么一堆的，其实都一样，充电还是要等。而且如果那个充电站突然有十支枪都有人在充电的话，你的充电效率就会降低啊。可相对的，你到一个充电站如果没有人在充电，你的充电效率就会好。跟加油不一样，你不会说32台车在加油你的加油速度会变慢嘛，可是充电不一样，充电效率会因为这样会受影响。那整个 T 字造型呢，因为它是 MTG 7.0 NBS 2.0， 所以它基本上和你现在印象中新贩售的宾士车款，它的配备基本上是一样的。第一个当然有中文，第二个它的导航一样有鱼骨的显示。然后因为它是电动车啊，所以它有一个 EQ 里面你可以设定，第一个它的充电你需要充到多少，像现在设定的是 80%。 第二个可以看到可行驶距离，可行驶距离啊，你可以透过行车模式，像我现在播到一，不是很赶时间或什么的话，尽量还是用一或是 C Comfort 的模式。那另外它有一个制定模式，制定模式点进去之后，因为它有可以去控制的部分，包含了换挡模式、转向系统以及 ESP。说到转向系统啊，现在这种超过3米轴距的大型，它算大型啊，这种大型 SUV 啊，如果可以选后轮转向的话，就尽量选。那这台车是可以选的，它的后轮转向的角度最大可以达到10度，但是你选的后轮转向系统，你要绑轮圈。绑到21寸，你才可以选到后轮转向，它没办法独立的去做选配。那我先分享一下它的选配项目有哪些。首先，第一个，我赞赏有加的这个方向盘，它没办法单独做选配，它要搭配了 AMG 那内装套件选，要79000块，包含了跑车座椅、脚踏垫、无感的脚踏垫，然后仪表板有真皮包覆，还有红色车缝线。那如果是 AMG LINE 的外观套件的话，有星芒式的水箱护罩、前后保杆、镀铬饰条、黑色进气，哦，它变成是黑色的。然后另外夜色套件是41000，抬头显示器60000，四驱恒温空调32000 ，Boomaster 的音响61000，双前座通风加热座椅，它这个可以独立选配的43000块，全景天窗83000。OK， 来了，气压悬吊，气压悬吊需。订购代码215和 P31， 所以它不是96000，还要另外再加价的。它有一个豪华专属内装套件的套餐，叫做 PDD， 它包含了抬头显示器、四驱恒温空调、USB
连接 Plus， 多光束包含了数位头灯，有迎宾功能，它的选配价格是119,000块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Hyper Screen， 它没办法独立选配，它有一个名称叫做恒星套件，选完之后要454,000块。我相信不会有人选这个，因为你选完之后，很多人会说，那你上 SUV 350，但是350还是没有这个宽幅萤幕，然后你就说我要上 AMG 43，但是这个堆叠下来，到最后呢，你就放弃了。所以我觉得，你就买一个入门的 EQE 300就好了。然后我是建议选音响啊，音响和天窗和电热椅、通风椅这三个就好了，加一加大概多个10几万。可是呢，你和 EQE 350还是有一个价钱上的落差。啊，前方仪表一样是12.3寸的，然后你透过方向盘左边，如果有抬头显示器的话，它会有2层；没有的话，就是第一层。然后你有很多的荧幕画面可以做切换。方向盘是电动多项调整的，然后座椅呢也是多项调整的，包含了大腿的腿托也是电动的，这个也没有被拔掉。不过，在旁边的记忆装置、正副驾驶都是三组，对不对？上面这个是电热椅，电热椅是标配，通风椅要另外做选配的。然后中控台安座一样，上半部的话是两个杯架，前面有 QI 充电，还有两个 USB。扶手打开，里面有一个非常深，而且有降噪功能、置物空间。然后它的安座下方还有一个很大，可以放女生的包包的。有一个松紧带可以防止它前后滑动，然后在前面还有一个两个 USB， 所以 USB 不用再选了，它这本身已经有4个 USB 已经够用了，所以它基本上的东西是有的，你就看你需要什么，我觉得这个是对的，你就看你需要什么，你去堆叠它的选配，然后不要超过350，超过350你就买350就好了。如果跟350有个30-40万、20-30万的价差，可是它有的优势就是它的续航力会比较好。我们在上路试车之前，我跟大家讲一个开车要练习的一个小动作。首先你到 Home 键资讯按下去之后，它有一个很特别，刹车的趴数，我们现在打 P 档，你试着在交车的时候或是一个陌生的车辆的时候，你最好做这个动作，就是踩刹车，把它踩到100%，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刹车行程有多长。当今天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要踩多重。碰到紧急状况，什么都不要想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刹车踩到100%，而不是你踩下去发现哇撞到了，就你刹车其实才踩40%，你以为你有踩刹车，但是其实你没有把它踩满，就会造成就是明明刹车效能是够的，可是因为你没有把它踩满，所以它撞上去。不过现在车有一些有前方的预警系统啊，像宾士就有。那我们今天正好在西滨嘛，西滨是一条非常适合测试车辆底盘的一个优选道路。第一个路面品质不好，第二个这个铺柏油的单位应该不是很高阶的单位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那个货车，每一台就抖成这个样子。如果碰到紧急状况，它怎么刹得住呢？然后再加上在北部的西滨，它都是高架，所以都是伸缩缝。电动车这么重的电动车，可是舒适型悬吊，你带来的驾驭感受就是晃、飘。不过这边并没有不好啊，因为很多驾驶者和乘坐者，他就要这个啊。你硬邦邦的悬吊路感好没错，可是你开起来就是开的人很享受，乘坐的人很痛苦。可是你现在舒适悬吊正好反过来，开的人呢双手要多握一下方向盘，可是乘坐者就睡着了。如果你常常都自驾，那你买 AMG 嘛。你如果常常要载家人、载小朋友，哦，那这个悬吊轮胎滚动时过了伸缩缝，就是考验它的轮胎噪音的品质嘛。你看要过伸缩缝 ，OK 啊。很好啊，然后再来就是胎压，我们4个人就260，以这个设定后驱这样开起来，在高速公路行驶，风先生的意志，你没有引擎噪音，音响，我为什么说要选音响？因为电动车太安静了，你选了音响之后，你的音响品质会完全的在你耳朵旁边环绕，所以你听音响就是一种享受嘛。如果是油车的话，会有一些引擎噪音。那以辅助驾驶的部分啊，
PS 很成熟了、你如果用了车机导航的话，还有鱼骨头的显示，然后包含了整个跟车、车道居中、车侧的盲点各方面，基本上我觉得它宾士现在算是所有车上里面名列前茅的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后驱和四驱的差异啊，今天正好又是碰到下雨，你在切换车道的时候啊，如果你是一个标准的合法驾驶，而不是那一种每一个车缝都在杀弯的小英雄啊，基本上你在切换任何车道的时候，下雨天加上西滨的风街侧风比较大、你整个移动过程呢，老实说你感受不出来，所以不见得后驱不好，后驱还可以带给你比较好的续航力。在雨天湿滑路面整个行驶过程，我们现在定速还是90，切换车道的时候呢，顺顺的切，你不要做那一种像赛场上那种超车的切弯啊，基本上你整个开起来的过程呢，还是保有我一开始所讲的组装品质、质感、行车路感，还有电动车该有的优势。哪怕它只是后驱配备稍微少一点的电动车，但是这些基本的它还是保留着。然后最后一个啊、你看下雨天嘛，宾士的雨刷永远在跳。我要是宾士卖车的业代啊，我一定准备一组细胶雨刷，在交车的时候送给车主，然后把原本的雨刷保留下来，全新的也留给车主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业代会这样做，宾士100台车101台都这样，一堆人就在问为什么宾士雨刷一直跳。你怎么不去问业代了？不去爬文了？不去看讨论区呢？自家换一个便宜的细胶雨刷就可以用一年了、就不会跳了。要不然下雨天，台湾现在还下雨。